七月七日，七不思议。阿拉纳山最新不可思议文物出土，大脚怪是否真有其事？曾经存在最大瀑布有几大？世界上是否出现过难以想象的巨兽？点解七色彩虹在山上展现？戈壁沙漠点解会有海洋生物化石？亿万年地貌如何瞬间形成？远古地球经历过乜嘢神秘事件？全球大洪水是否真实发生过？如果有，今日我哋又系唔系仍然可以寻找到呢啲远古痕迹？请即报名参加2024年7月7日地球大神秘末世报道及培灵大会。